老婆话佢好中意份工，咪俾佢翻咯。反正我自己开公司，有时间嘅话可以照顾阿仔，得闲仲可以上网搞掂屋企嘅投资大计，为佢哋嘅将来着想。其实做得爸爸就系咩都要得。至于做我老婆，开心咪得咯。一家人总会为对方着想，恒生配合你需要，给你合适的方案，为挚爱筹划未来。恒生财富筹划，用心度假。